其实我也明了，对的人那么少，能够一起。其实复合起来大家都是一直都在照顾，多好，就包括鹿晗，就是他每次其实也听，不是因为没有说到他嘛，然后就是他每次他很次要，所以包括他在内，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他每次其实也听不懂游戏规则，然后对，那我儿子嘛，然后有一次我特别紧张，是我跟他是一对，然后要去找那个要去看那个秘密，就是看谁是杀手的一个秘密，然后我们俩就走到那里，然后当时已经知道谁是杀手了，他硬要往那儿走，然后我说你别往那儿走，快往回跑，他说等一下我去看一下，然后就一直往前走，然后他就被四头龙王，对，然后后来人就追过来了，然后我们俩就狂奔，所以其实对呀、其实大家都是有着比较相似的地方，都好，对。他们烦恼，怕伤心忘不掉，怕爱情会退烧，其实很明了，何必再吐槽，有人放自扰自在就好，总是为自己烦恼，情书总不着调，告白没有人教，总是被男人的糊涂山倒腰，说愿意只不过下一秒，我始终执着地相信你的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在同一个频道，心偏偏在跳、我只要你的笑你的好，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我在向你奔跑，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能够一起到老那比什么都重要，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我在向你奔跑，想让你看到，我只要对我笑对我好，我想逃嫌我吵嫌我闹，其实我也明了对的人那么少，能够一起到老那比什么都重要，我想逃你太吵你太闹，其实我也明了每个人都骄傲，我在向你奔跑。